Hello， 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个北角嘅 Hyatt Centric 酒店啦，就进行呢个一嚿水嘅 staycation。你冇听错啊，真系一嚿水就可以做到 staycation 啦！究竟系点样样？我哋入去睇睇。咁由於咧，我就做咗呢個 online check in 啦，咁咧我哋就可以直接上二樓咧，用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攞到鎖匙噶啦。開呢個機。咁咧。嗱，嚟到呢度咧，我哋入口咧就有一部呢啲機啦。咁呢個機咧就可以 scan 個 QR code 咧，就可以攞鎖匙噶啦。好啦，咁我就問你有幾多張卡啦？咁我攞兩張。掃描你的旅遊證件啊！咁即是我又要攞個身份證出嚟掃噶咯喎，係嘛？OK 咯喎，佢話掃咗啦，但我唔覺得佢有掃。在这里要赞一赞这间酒店的 check-in 过程，不但只是 online 可以做到 check-in 不用排长龙之外，还可以 early check-in， 9点钟就可以 check-in 到，非常之好。好啦，咁我哋入到嚟呢间房啦，睇下100蚊嘅房会系点样样嘅先。咁咧，今日系 twin bedroom， 100蚊佢会唔会俾一啲好 cheap 嘅景咧？我哋咧望落又唔系，都 OK 噶喎，原来。原來都有少少海景嘅，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個天橋景同埋城市景啦。咁我覺得都 OK 嘅。好啦，咁我哋睇下房裡面嘅設施先。好啦，我哋咧睇下兩張床啦，有電視機啦，細細地呢一個，咁就衣櫃呢個就係、是。咁啊，一樣有隔板啦。咁啊，洗手間洗洗地。咁啊，有個 shower 啦。哦，可以望到出邊嘅呢一個都。咁啊，浴室用品啦，都齊全嘅。係啦，誒，都幾靚喎。睇下呢邊啦，睇下有冇雪櫃先。哦，有雪櫃，不過裡面咧就冇嘢嘅。咁就有咖啡機啦。咁啊，有冇咖啡嘅 capsule 咧？都有嘅，都 OK 嘅。咁啊，有兩支水噶啦，送俾你飲嘅。嗯 ，OK 啊，唔錯啊。
至于较高层的景色会是怎样呢？那我们又上了去另外一个坐向的20楼高层单位去看一看。其实这个 station 呢还包埋 lunch buffet 和早餐的 buffet 的，没错啊，100元都包啊，是不是超值呢？那我们看看 buffet 会不会有跟其他人不同呢？我觉得应该这里不会那么 cheap 的。那么我们就会来到这个 The Farm 的餐厅。那这里就是入口啦， The Farm House 啦。咁我哋一齐入去睇下佢啲嘢食質素系点样样啦。提提你啊，记得上网 book 咗位先啦，因为呢度嘅 buffet 分两个时段嘅，咁你 book 咗之后就会收到 confirmation 嘅 email 噶啦。另外，由于片长嘅关系，如果你想睇翻我试食 The Farmhouse 嘅片段嘅话，请记得去我个频道睇翻另外一条试食片啦。多谢你啊！好啦，我哋睇下其他嘅设施啦。咁酒店里面咧有泳池啦、健身室啦，同埋 lounge 嘅。咁其实泳池方面咧，你都需要上网 book 噶。咁而每节嘅时间嚟讲咧，就系50分钟。咁其余健身室同埋 lounge 咧，同样需要喺个 app 上面去 book 嘅。咁详情你可以揿翻个 app 嗰度睇翻啦。而家就上咗嚟呢个泳池啦，位于23楼嘅，其实系一个无边际泳池嚟嘅，其实都几正噶。咁而家咧，因为佢限人数咧，咁你要上网去 book 啦 ，book 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有50分钟咧嘅时间咧，就可以嚟呢度游噶啦。最后我预咗实有人问一嚿水系咪呃我噶，使乜呃你啊？自己睇下张单啦。至于呢啲 promotion 点样得翻嚟，其实就系可遇不可求噶啦，唔好再问我点样可以攞到啦。咁你哋自己随缘佛系，遇得到就会遇到噶啦。咁我哋咧攞咗房之后咧，其实我哋都可以 explore 下咧呢度附近有啲乜嘢嘅景点嘅，但其实都应该冇咩景点。呢度咧就系好出名嘅北角码头啦，隔篱啦，咁咧有北角码头啦，你见到有渡轮啦，咁啊呢度好大条东区走廊啦，咁啊有个豪宅啦隔篱，咁啊就系呢两栋啦，咁就分别系东座同埋西座嘅，咁视乎你自己嗰、那个。坐向啦，咁今次我坐向咧都唔错嘅，可以望到少少海景嘅，
咁其余你话会唔会有向后加嘅房咧？我又唔系好觉喎。咁佢呢个酒店嘅设计其实都可以照顾到咧唔同人嘅需要啊，因为佢咧大部分咧都系向海啊。咁应该大家有海景咧都会好开心噶啦。多谢你的收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支持下，多谢你，拜拜。